还拉不出来就得手抠啊。三瓶够了水。走吧。慢点啊。看昨天的我走远了，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，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。其实坐地铁去挺方便的，但是我爸不是腿不好吗，所以我们就只能开车去了。拉我吃什么的要开票啊，你接着吧哥。你往前排。开车永远都开票了。交的话要排上队啊。对。喝水啊。我喝水就不想拉这个朋友。那你先去把它交上去吧。我先去交，先交上排上队。走吧，下楼吧。电梯慢点。慢点吗？又笑着奔跑，一边寻寻，一边在寻找，明天你好，声音都渺小。你坐这儿就行了呗，再多喝点水，一会儿没尿，再喝点吧。现在几号了？听着名字叫你名字进去医院，到那边等着去吧。别的医院，对，坐在跟前那边，麻烦了。我在外面等着叫号，到了我叫你吗？这样垫着行吗？嗯。我这儿呢。等我找到了，这怎么办？在楼梯的角落中，勇气抖着肩膀，哭泣问自己。现在是5点多了。卖哪家的呀？这家的。我猪肉。要肥吧？别太肥的。不是要瘦的。对，半个来一个。半个吧。半个太少了，明天早上你可以吃。有多少钱啊？38一斤啊。51啊。51。一共77是吗？对。再过来点豆皮儿，我给你切这个。20。跑了一天了，终于吃上饭了。这是肘子，这是刚菜市场买的肘子，这是猪头肉，菜市场买的猪头肉。我妈自己种的豆角，小葱蘸酱。我希望50年以后，你还能在我左右。